同志们啊，我先睹为快了。要想能做出国宴水平的啊酱肘花，你就这么做。哎，压也很关键。对啊，我呢是不同的方法我都说了。超领导，我今天哎做啥呢？大肘子，还叫啥啊？老百姓给他叫啥？叫啥？胖蹄。胖蹄啊，南方的是吧？对，南方的。对，肘子在家都怎么吃的是吧？你不管咋吃，我今天呢给你做一个我们原北方大厦国宴也上过的这个酱肘花。哎呀，哎，家里能做吗？完全可以啊，并不复杂。大家看我这工艺呢，就是说一五一十交给你，你回家照样能做。对，好嘞，同志们啊，咱们肘子先了出去啊。对。这工序必不可少啊！对，了才能去掉它杂味儿和毛，是吧？对，两面都了成这样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完了用80度的热水给它泡一下，然后刮。这个程序就是了泡刮。对，泡了10分钟，我们给它刮一下。哎，用刀刮，用钢丝球，我说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当水下锅啊，给它焯一下。在凉菜当中呢，我们今天做的是凉菜，对，酱肘。这个酱肘子，酱肘子呢，我们啥呢？宴席当中，搞啥呢？就是给它剔骨，剔骨腌完了之后呢，给它把绳捆上，对，卷上，出来是个卷儿。酱肘花呢？哎，晾凉之后一切呢，就是酱肘花。对。在家呀，大家呀，这又是绑又剃，不太方便，很麻烦，很麻烦。今天呢，我就要教大家是啥呢？哎，酱好了之后还得让它成型，方便一点的啊。至于怎么样成型，对，你继续往下看。直接这焯了10分钟就行了吧？行了，把沫平静。对，哎，10分钟就焯透了是吧？对，基本上。来喽。好嘞。这汤就不要了。哎呀，这大肘子真漂亮。用了两种酱，一个甜面酱，一个豆瓣酱。豆瓣酱太干，搁点花椒给它卸一下子。对，哎，好了。我们这个做呢，就是啥呢？先把两种酱呢炸香，让它酱汤有酱香的味道。对，浓一点是吧？对，锅里来点热油。哎，葱香给它炸香啊！注意这个环节也很重要。对，主要是把这个料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。哎，激发出来。哎，搁一个辣椒啊。这个不是吃辣，就是去这个杂味儿。对，好，这两种酱倒进来，那个炒香啊，主要是吃出的这个酱汤的酱香味儿啊。甜面酱、豆瓣酱、黄豆酱啊，黄豆，加点糖色啊，放色啊，好，够了。然后刚刚师爷涮了一下碗啊，对，酱的碗涮了一下，不浪费。来，炸香了啊，加入开水。这个颜色有点浅，对呀，来吧。对，再加点色啊，对，糖色。在家里就能炒，这个之前都教过大家是吧？好嘞，酱汤里加点味道啊，加点盐啊，两勺盐，搁多了咸了啊。对呀，两勺糖，两勺糖。啊，来一勺味啊！好，搁20粒白胡椒，白胡椒啊！对，香野呢？嗯，咱还用咱的老友记的料包啊！对，这就是我们北方大厦用了60来年的这个配方。对啊，它这里头啊还有山楂干呢，就是说它在酱这个牛肉啊或者肘子、鸡啊啥的，它成熟的快，猪手，哎，入味也快，对，哎，所以说我们这里头呢，虽然有10几种这个香辛料，香辛料，完了还有山楂干，哎，这个好啊，哎，好嘞，方便是不是？搁进去，这肘子呢，我们给它划一刀啊，一直到骨头，哎，为啥？这样呢，它这个入味完了呢，成熟的还快啊，有型了一会儿哈。对，一会儿呢，我还有一道工序呢，我待会儿跟大家再说啊。好，下肘子，咱先着着色是吧，哥俩？对呀、啊，先着着色。完了呢，你要在家呢，需要这个快时间的成熟呢，嗯，咱们就搁高压锅压一下。一会儿咱搁高压锅。好嘞。我们煮了10分钟。把它捞出来，搁高压锅里头再压一下。对，煮10分钟这样着色啊。哎，对了，这肘子真漂亮。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我搁高压锅压。嗯。到这个
降汤的时候呢，一定它有个警戒线，对，哎，不能超出，对，超出就喷泉了啊。但是咱得磨过肉了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压了30分钟啊，炸一下看看。看这大肘子，色颜色已经上来了。哎呀，哎，现在也就是7分熟啊。一扎就稍稍有一点硬，是吧？能扎透。能扎透。咱先泡一会儿。泡半小时。泡半小时。让它入入味儿。对，然后咱再捞出来，是吧？好。这大肘子泡到现在，看看怎么样？行了啊，我估计是够意思了。颜色也上来了啊，上来了！哎呀，这大肘子漂亮。泡着其实刚刚就能吃了，主要是不入味儿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泡泡让它入味儿。来吧，谁呀、啊？你这不得改刀了？我现在就是把骨头给它再剔下来。好嘞，把骨头下来。啊，这保鲜膜给它包上，这样形更好，是吧？对，出来干净利索。皮装下啊。来，好。然后来点牙签儿，放放气儿啊，放放气儿，放放油。压上啊，不压不实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回头扔个堆儿，放个牢吧地方，这么给它压上，是吧 ？OK。然后上面不够重，再压一个，是吧？对。看见没有？用这个方法压了一宿，就形了饼了。对。嘎嘎的啊！也就是相当于肘瓜了吧？这对呀、啊，那就是肘瓜。这是一种啊，这是一种比较简练的这个方法啊。现在把这个膜呢，咱给它去掉啊，开始改刀切片了。看没有，这个肘皮啊，就这么亮，看硬不硬？哎呦呀，当大饼了是吧？现在开始改刀啊！好嘞，哎，用这个方法啊，你要是宴请啊，搞个宾盘啊，这个方法呢是比较好的啊。来，同志们，看看这大肘花，看这大肘花多漂亮，漂不漂亮？嘎嘎带劲呢。对，这香啊，这不光香，形还好，符合中国菜的凉菜的造型，大片啊，这多带劲儿。哎呀，再来一片，这肘子能切这大片儿哈，完了还花还这么好。70年代啊，李先念副主席来哈尔滨的时候，我们当时就给他做了一个酱肘花、哎，就是这么做的。哎呀，先念同志说呀，这个肘花味道很浓啊，这个很好吃啊。同志们啊，我先睹为快了。那你看，你老是先吃先尝，你知道味道。所以说，你要在家呀，要想能做出国宴水平的啊酱肘花，你就这么做。哎，压也很关键。对啊。我呢是不同的方法我都说了。对。一个是生卷包上酱，哎，那个入味差一点。对。哎，这个简单。哎，酱好了之后熟的，把肉扒下来，完了以后呢，用保鲜膜包上以后压实，哎，就是今天这种效果。哎，我相信你在家，哎，你要这么做也能做出国宴水平的酱肘花。同志们，师爷已经那个唠半天了，这肘子哈、啊，中午让你再吃不给我留了。你不要，再要没了，师爷。每日烟火气，尽在老影记。